这一款呢，是我们在我们中国的 InfoComm 上首次亮相的一款叫 Brio 的产品。这一款产品的主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它叫分享。首先呢，它能做的一个分享呢，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分享。我们所有的外接的设备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手机、平板电脑、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都能通过无线路由的方式，把我们的图像不需要通过线缆，不需要通过传统的设备，就能把它响应到我们的大屏幕上。这是我们一个本地的一个分享。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模拟了两个远距离的异地的一个会场，然后他们之间呢也能做一个连接和一个分享，是通过我们的 internet 来进行的。实际上科智所有的显示的科技和显示的产品技术是为行业服务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84寸的 quarter 84英寸的一个LCD 的显示屏，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与你们看到经常的是不一样，有三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它是比较够大，它是80英寸的一个 LCD 显示屏。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细腻，原因在哪儿？因为它是 4K 分辨率的，也就是它解像度是 4K 的，这个是在全球 4K 是为数不多见的一个显示屏。第三个的话呢，它是能支持到60赫兹的这个刷新频率的。我们这个展位呢，主题叫做想象。主要的产品呢，就是我们身后这一款 Vista 的产品。它呢，通过硬件，基于硬件的一个处理方式，它能把目前市场上所有支持的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以及电视台的 SDI 信号等等，所有的信号，经过转换之后呢，把它输出到各种分辨率不同和形状不同，包括我们这边有肖像模式的，有水平模式的，不同的投影机或者是液晶平板的显示设备上面来，基本上我们能想象到的一些视频的一些显示的效果和一些方案和一些比较炫的一些视频之间的切换和操作呢，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Vista 来进行完成。这是科士的协作区，科士的 Phoenix 系统会把我打破控制室的实体墙，使你的工作室变成全球协同工作的环境。科士的 Phoenix 系统呢，它是由硬件节点以及软件组成，然后它是基于通用的网络环境完成编码和解码的一个信号传输的工作。那真正的设计师把一辆车设计出来以后，它能够真正的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我们有个实物，所以比如说我们借了一辆真正的汽车在我们展位上面来，然后我们的设计的一些效果和它设计的一些内容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汽车上面，那这样的话就让你的用户或者设计师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实物就实现性是怎么样的。这是用科士的 MicroTiles 20英寸每个小模块来组成的一个互动系统，那你可以把类似比如说我们换成一个蓝色的类似，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类似就变成蓝色了，所以我还可以在不同的角度来对车进行一个观看。对汽车或者其他任何的行业，你是需要进行互动，与观众互动，或者与用户互动，或者内部的设计师之间的互动的话，你都可以用科士最新的互动系统和我们 MicroTiles 的系统来给你做最好的一个配置。Christie offers the widest breadth of products available, and so when you come to our stand, you can see products supporting rental staging, permanent install, control rooms, mapping, high-end flat panel displays, media delivery solutions, and even audio. And so
For display end-to-end, Christie offers the absolute widest choice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available today.